地下，想分享2019年5月跟我家人去中国第二次的旅游。我们参观了北京、江家街和上海，每个地方都很美，但我最难忘的是江家街。你们都知道阿凡达吗？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这部电影吧。江家街就是他们制作阿凡达电影的地方。江家街是中国南部湖南省的一个城市，面积大概9518平方公里，从北京可以坐飞机或火车去哪儿。著名的旅游景点是五岭岩，这个地方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组织、山谷、山脉和石灰岩洞穴。那边游客可以尝试世界上最长的玻璃桥，最高的电梯叫白龙电梯，还有填满世界上最长的缆车。如果你们喜欢大自然和冒险的地方，那就可以去江家街玩玩吧。谢谢大家收听。